古玩交流会，3到4楼，3-4。好嘞，这个割肉的这个怎么卖的？这个1.2万，1.2万，一全美品的。这一个能值12,000吗？啊，再来一个呢？哦，我说呢，真是的，一个还12,000，我天哪！一个能这个有毛病吗？一个是全美品的，一个带小的，帮我给拍着。啊，一个全美品，一个带小的，你看谁？看一下谁哪个？这个尺寸大约多大？有尺吗？量量。应该是，这是42、46公分的吧？40多公分是吧？对对对。40多公分，有一个小颗是吧？有一个全美品的，忘了哪只了。忘了哪一只了都、嗯。你看一下哪只，我忘了，来回放。这什么时候了？这东西清代东西呗。清代东西是吧？最少多少钱？没多报价，这原对的一对儿，成对的价12,000，没多报。哦，一对儿的是吧？对对，一对儿原对。我摆在上头看一眼是吧？刚才一直要12,000，你都加价高了。对对对，我就说你一个要一对儿啊，这俩是一对儿，一对儿，人物画片都一样的是吧？啊，1万。啊，咸丰没问题吧？咸丰应该到不了。到了要。光绪差不多。有眼无珠，有眼咸丰绝对到，比光绪要早。这应该是清光绪的。光绪要早，有眼睛是咸丰的，没眼的是光绪的。行，咱啥时候了，咱就不降了。现在都降了。您说吧，最少多少钱？给我合适价格，我要。你要是给10,000块钱吧。10,000给不了。给7,500行吗？还是一对？7,500成不了。7,500还不行？不行，真的行。您不说还有一个有毛病吗？这个毛病小瑕疵一丁点，小磕也看着没啥瑕疵。这个应该是全品的。你这全美品的，我往瞅见哪个了？放乱了。有点毛病，都看不出哪里有毛病。没事，我看一下，要有人，咱也别墨迹了。哦哦哦，要想玩给9,000行了。哦哦哦，这里磕了一点。那一丁点事。这里是吧？一点小黑点，不算毛病，这不算毛病。这么长时间保存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了，就是。这我朋友他是说急着用钱，要不是这个价能拿钱出不了，不让。我愿意让出一波的。给那个啥行吗？这样的话，给7,800再加300。咱挣钱先别墨迹了，要想玩，给他8,200，最低价再低不卖了。8,200。对，8,000吧。8,200的保本出的，这是。如果说实话。今天散场了是吧？对，散场了。那让你说，就是说没开张，要不这可是卖给你，我都想要。你看能拿就拿，不能拿我们留下。拿了不能，不要挣钱，不挣钱就不卖。8,200是吧？8,200，对，8,200。8,000能拿吧？就8,200吧，本钱就是本钱数。行。8,000块钱给您拿了，我一会儿用灯打一下，没毛病，没毛病，对吧？咱就把话说明吧，嗯，对，对吧？再有毛病的话，那咱就不是这个价了，没毛病，我8,200，就那点瑕疵给你说明了，你可以自己看，是吧？我用灯打一遍，行，我给你转钱，好吧？谢谢。这一次床交会啊，就是说，感觉就是说价格格外的低啊，因为可能是过年了，大家都着急出货，你只要是给到他本钱，他就给你啊。所以说这一对的话，当时他跟我说的是42公分。跟那个民国的，他说那个驾照瓷一个高度差不多，但是这个我当时用手这么一扎，我觉得这个东西绝对得超过42公分了。我给你们量量，46公分高啊，46公分跟42公分的价格可是差远了哈，46公分。还有一个哈，这个是正儿八经的一对儿，来我们近距离的看看，这是正儿八经的一对儿，你看了吗？这个马的头是朝这边，这个马的头是。看了吗？这个马的头是朝这边，一个是往这边，一个是往这边，这正儿八经的一对儿哈，人物哈，一对人物哈，这个，这是正儿八经的一对画片，它上面这个花，正儿八经的一对，还有上面的这个人物的这个画片，这正儿八经的一对46公分的歌佑，他当时说的时候说的是这个咸丰，这个东西应该是个光绪的，一般，但是卖东西的人呢，都习惯性的往老了说，这个东西光绪无疑就是说最晚是清晚期，傻开门一眼老，全满宫画片的，46公分的大罐，就说很难得这一对，真的，这种都应该得市场价，得过万的，啊，因为人物画人物都是最贵的啊。其实这一对确实确确实实是捡了一个大漏啊，这上面是兽耳。这是狮耳一对，这是4条赤龙，就是说这个工艺很复杂，东西啊完完整整，就光有一个这个赤龙的一个足，那里有一点小黑皮，其实这点也不算毛病，摆在家里绝对的高大上大气，大气流。
还算不错。这一趟呢，这一趟这个，这一趟呢，我觉得也没有白来啊，确实有很大的收获啊。也知道了，就是说确实年底的价格呢更低一些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记得给阿明哥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谢谢您，感谢，好。